大家好，我是刘思杰，我来自于上海，中国。现在是一名 Car College 的学生。那我在这里选择在这里读书的原因，是因为 Car College 和华盛顿大学以及华盛顿州立大学，还有波特兰州立大学有着转学协议。那么就是你在任何在 Car College 上的课都能转到这些学校去。那我在 Car College 上了前两年的课，然后再到那些大学去上后两年的课，总共加起来四年的话，你就能完成一个四年的学士学位。那我觉得这非常好。这里最好的资源我认为是国际部门和家教中心。那如果你有什么课程不懂，里面有什么学习东西不懂，你可以到家教中心，我们有免费的家教来辅导你。如果你不知道如何选课的话，你可以去我们国际部，我们也有专业的老师可以告诉你，可以咨询他们如何选正确的课程。我基本上是今年要转去华盛顿大学了，那希望将来也能够在微软工作。那我给新生的一个建议是，如果你来的话，先到国际部去咨询一下我们这里的 advisor， 他会给你一些建议如何选正确的课。然后呢，如果在教学过程中、学习过程中遇到任何的问题呢，你可以去 tutoring center， 他们也给你及时的帮助。谢谢。